错了。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哎，小姐姐，你脸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见过猴子的腚吗？你们在房间里干嘛了？跑过来的，不是赶时间吗？跑过来的为什么不会喘气呢？我腿长。好了好了，别瞎聊了啊！言归正传，小杨，拍照。好，拍照了，拍照了，走。那个双手抱臂，下颚呢微微的上扬，目视前方，垂下眼。OK。这样不会拍的脸很大吗？会。还垂下眼，不就没有眼睛了吗？但是这样就霸气啊！你就想象一下自己是女王。女王？对，你让这拇指姑娘装女王，好歹要考虑一下人家人设可不可塑啊。六月，你上去跟童瑶拍一组双人照，要那种宿命对决、命运争斗的感觉，那种激烈碰撞、充满杀气的主力与替补之间那种无声的战争，要制造出一种你们俩之间因为竞技关系而产生的矛盾感啊！哎，让给他，让给他，这里，拿出你们平时抢凳子时的弱智感。小瑞其实要的是你们的本色出演。站上去吧，干什么？哎，这上拍照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他单独拍照啊 ？ZGDX 的男神和女神当然要出片出图啊，俱乐部公关部要求的，你不拍也会被批的，还不如拍得好看点，是不是？拿个凳子过来。小姐姐，你先下来，没让你站上去。哦，陈哥，你坐着。我怎么感觉这么像照婚纱照呢？来看这里。可以打，上高地，上高地，等我上，等我控制对面这个，别急，别急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上 ，OK。老猫来一下，我方式神被封印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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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， Easy 啊，姐姐，菜啊，你蹲在这跟秃鹫似的盯着我，我能好好发挥吗？再说不是赢了吗？既然比赛赢了，我准备点个下午茶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那个，叫什么？你们不用给我点了，金阳一会儿来找我，我跟他一块去吃。给你点个沙拉，这个，给你点个，这个吧，我吃过这个。怎么了？官博发了我们昨天定妆照的图头，哎，这张照片真不错。你看这个，哇，不错，陆月帅呀。你看后面。哎，这照片感觉不错，新一代光晕影诞生了，越来越期待全国联赛。月瑶党现在异军突起了，我们小月月可是名副其实的小鲜肉。Smiley 不是跟成哥一对吗？这照片是要搞事情啊！成瑶党坚定自己的立场，不要动摇啊！我们 ZGDX 不愧是电竞明星队啊，看我们成哥的腿。哎，小胖，你要不还是自己拍吧，
你自己没有对比的话，绝对是胖子里的大帅哥。我谢谢你，这种话去年你已经说过一遍了。都几点了？差不多拍合照了吧？是啊，都几点了？我们的小姐姐怎么还没来？我们白色这些都拍完了，她该不会把自己画成武则天了吧？女人啊，就是磨蹭。当他们说要出门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要洗头、梳头、吹头，搭配衣服、喷香水、选包包、选鞋子。对，说的对。那我安排一下啊，程哥，要不你去把她叫过来吧。我去。你真会安排啊。他怕你，你一露脸，他就屁滚尿流的滚过来。来，小鹏，来继续。Tony老师，你看我眼影是不是还得再加一点？不用了，非常好了。我怎么感觉我的睫毛要掉了呢？真的已经非常好了，姐妹，你放心吧，它不会掉的啊。一会儿他们该催你了。好吧，那我先去换战队服了。那你先换吧，啊。谢谢。还是景阳有经验啊。孩子，太阳都快下山。你快点。你搞什么鬼啊？摄鹏催了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哎，那死矮子呢？你先回去。怎么了？他在里面啊？在。干嘛呢？不知道。你先回去，他很快就来。哦。那小人非让我和他拍个双人照，所以我才过来的。行，那你们快点啊。你刚刚在和谁说话？陆月，穿好衣服就出来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哦。所以您刚刚都看到了？又没瞎。那图案很小的。哦，可是我看到了。我都说了，进屋之前要先敲门。刚才陆月也想直接进来，是我拦住他的。我说你呢，扯什么陆月？你在里面待了1小时40分钟，我推开门看你这种状态，穿着这种衣服的概率，和我推开门看见你已经躺在地上死掉的概率，基本五五开。但是，抱歉。下次我会先敲门。陆思成居然会跟我道歉？你有病啊？干嘛突然一本正经跟我道歉？我以为你需要一个一本正经的道歉。我需要啊。放在古代，你这是要娶我的。别太过分了，不要蹬鼻子上脸。